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翻越了千个万。紧急集合，收到了，志宇哥，收到了你的520，我加进去了，志宇哥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流畅点啊！谢谢啊，小小妹，小小妹来飘。哥哥姐姐们，如果觉得我表演好的大哥们、小姐姐们，请支持我一下哦！一个墨镜也可以，一个亲吻也可以。我降了一级清晰度了，欢迎975哥。975哥，晚上好，哥哥姐姐们，帮帮我好吗？我会努力学习的。
请大哥们小姐姐们祝福我一下哦。哇，谢谢子瑜的，感谢子哥、鲁安林、小星星，谢谢啊。哇，分卷长云哥刚才是，谢谢分卷长云哥。欢迎小姨。刚才是哪个大哥的鲜花？我刚才一下子。啊，七六零个，谢谢七六零个。五二零分卷长云哥，七六零个。三票，就是现在彩彩卖四票了。哇！谢谢志宇哥，谢谢聪仔哥。那我们也给彩彩妹拿个倒计时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，谢谢七六零个，七零二票了，三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播一下看看，二、一，时间到啦，谢谢宇哥。感谢宇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八八哥，感谢八八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夏冬月哥，感谢夏冬月哥，谢谢啊！谢谢志宇哥，感谢志宇哥，谢谢啊！谢谢风卷残云哥，感谢风卷残云哥，谢谢啊！谢谢七六零哥，感谢七六零哥，谢谢啊！感谢各位大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啊！那就七啊、四点二票，那就给五票。谢谢啊！谢谢大哥们，我五八七，谢谢啊！娜娜娜娜娜娜也很努力，今天上完课来的。哥哥姐姐们好，我是娜娜，请支持我一下哦。谢谢八八哥，感谢八八哥，谢谢啊，谢谢娜娜，五点一票了。哥哥姐姐们，如果觉得我表演好，请支持我一下哦。一个墨镜也可以，一个亲吻也可以。谢谢郑岩哥，一个礼盒筒也可以。谢谢八八哥。五点七票了。哥哥姐姐们，都帮我好吗？我会努力学习的。永不言败兄弟，你支持非常多了，谢谢永不言败兄弟。你如果不方便坐坐，在这边坐坐就好了，聊聊天啊，永不言败哥。大哥们，麻烦你们多支持一下娜娜吗？
现在浪浪五点七票，谢谢不忘初心哥，哇，感谢不忘初心哥，谢谢啊，哇，漂亮。现在浪浪六点七票了，那我们也给浪浪拿个倒计时十秒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时间到啦！谢谢蓝三哥，感谢蓝三哥，谢谢。谢谢永不言败哥，感谢永不言败哥，谢谢。现在七票了，谢谢八二八哥，感谢八二八哥，谢谢。七点三票，谢谢大象哥，感谢大象哥，谢谢。谢谢张哥，感谢张哥，谢谢。谢谢永不言败哥，感谢永不言败哥，谢谢。谢谢八二八哥，感谢八二八哥，谢谢。谢谢郑岩哥，感谢郑岩哥，谢谢。谢谢不忘初心哥，感谢不忘初心哥，不忘初心哥，不忘初心哥，谢谢。谢谢哥哥姐姐们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那就是给娜娜八票。谢谢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啊！感谢所有支持娜娜的大哥们、美女们，还有粉丝朋友们。我们开始第二轮内部 PK， 对，内部 PK。快点了。第一场是拜音 PK。PK 你少，来开始。一会儿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。欢迎是小星星，你撒新衣服，小半夜给自己加小星星，祝你撒个新的衣服。给我一个可笑的结尾，如果我不后悔被你骗到伤痕累累，我不信你不惭愧。看我不知道，伤心失望到醉了就不管天高，你在我面前对他示好，莫名其妙，凭什么要我礼貌？我喝一杯又一杯，担心如此会丧尽了爱的墓碑，风又吹起那年你流的泪，是你的心里有鬼，干脆死在你的拖鞋里面，一回又一回，干脆给我一个可笑的结尾。欢迎小星星，谢谢。如果我现在把眼皮给你撒，感到伤痕累累，生不难过，你不惭愧。谢谢波仔哥，感谢波仔哥的默契，谢谢。我喝一杯又一杯，把心如死灰，葬进了爱的墓碑。他们还有两分五十秒。如果我不后悔被你骗到伤痕累累，我不信你不惭愧，干脆死在你的拖鞋里面，一回又一回。欢迎法子兄弟，法子哥晚上好。如果我不后悔被你骗到伤痕累累，队友们还有两分二十秒，喜欢欢迎给自己一个小星星，祝你撒个新的
妙的结尾。八项兄弟，这个都离开都是他们抽签，每天都是抽签。马上好，法子兄弟，法子哥好。还有两分钟，看看谁能进到晋级下一轮。现在卖赢十分，一上五百三十五分。介绍每个都超精心的呀，还有一分二十秒。五百三十五分，是四十七分，李莎是五百五十分。我们先谢谢榜啊，谢谢，谢谢郑岩哥，感谢郑岩哥，谢谢啊，谢谢波仔哥，感谢波仔哥，谢谢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也给拜银一票，给李莎两票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哥哥姐姐们对我支持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啊。谢谢哥哥姐姐们为我拍戏，谢谢啊。轮到阿诺的小戏了。阿诺是小星星啊，小戏是音符。谢谢宇哥，感谢宇哥，六十
되잖아 덩공이 흔들려 신박이 빨라져 네가 날 보니까 뺨 관심 없는 짧은 이 말 掉地了，谢谢自由快乐哥。最后结果，最后是啊，安诺是528分，小西969分。最后耍谁上的是云君君哥啊？我有的没有，我有谢谢自由哥啊。我们谢谢榜，谢谢榜，谢谢宇哥，谢谢宇哥，谢谢云君君哥，感谢君君哥，云君君哥，云君君哥，谢谢，谢谢自由哥。谢谢自由哥，谢谢 BB 哥，感谢 BB 哥，谢谢星星哥，谢谢星星哥，谢谢啊，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啊。啊，这个最后结果是啊、小西晋级了，啊，我把 BB 哥的这个520加进去啊，1050，就是给四票，那个，小西也给四票，两个人都给四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啊，至于哥小 A 去上学了，他家里好远，有120公里，他就来不了。他是陇黑县的，再等于到我们蒙康县以前的地方，蒙康县才一半，还要走一半到陇黑县。他又是星期天的话，能来得了的话，愿意来的话，是可以让他来的，至于哥。
欢迎远方哥。远方哥，晚上好。轮到若和大连了啊。OK， 开始。年轻的捧着谁？对对对。哎，你上次说咬我是不是真的？是啊。年轻的捧着谁？愿满城威风空跟随，快活到半夜也像活像一百万岁。任何事亦能像青春般清脆，快活到每日第一岁。再落风，再落。好的，志宇哥，家长偶尔来客串玩一下 ，OK， 好。看下个星期天能不能邀请他，让他过来，让他点播个两三场。那么喜欢就支持个小星星，喜欢嘉玲支持的鹦鹉。真的非常的感谢远方哥，远方哥也是很有情怀的爱心大哥，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。远方哥，广美男很好，各位大哥们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远方哥，谢谢房哥，房哥，谢谢房哥，谢谢，欢迎肉哥，肉哥，晚上好，不了解，不了解，就连毛孔都夸大，从此行事还路过。明明中给我他们两个人都是跳劲舞实力派，雨一夜阵阵零落的雨阵，对头发哥两个都实力干将，生不惧冷雨风，到梦想陷入笨重，我俩说1343分，大连1340分，家人们。
是远方哥这一块都是秦牌大哥啊，那个最后是弱势543分，大林是2655分，这个大林晋级了，我们先谢榜，谢谢榜，谢谢房哥，谢谢房哥，谢谢志宇哥，谢谢仲莹哥，谢谢，谢谢远方哥，谢谢云芳哥，谢谢啊，远方哥晋级下一轮，这个啊弱势2票，大林是9票，远方哥是热忱 PK 定义者破费了。谢谢哥哥姐姐们，多谢支持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轮到彩彩妹跟娜娜了啊，这个他们是自己家里人开始 PK 了。好了吗？既然你并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还要躲着我？我每天都这么的难过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你没错，而且对我很好，但是我现在不喜欢你了。同伴们，来，我先告诉大家，跳舞举止的表现好。等一下，同伴们。我跟他说了，谢谢宇哥，谢谢宇哥的小心心，谢谢啊。永不言麦克有没有在直播间？永不言麦克在直播间，要不要各位保送娜娜晋级嘛？
还有一分钟，还有一分钟，现在彩彩卖1628分，卖了600分。稳稳的晋级了，彩子们2942分，娜娜600分，我们先谢吧，谢谢宇哥，感谢宇哥，谢谢，谢谢志宇哥，感谢志宇哥，谢谢，谢谢月灵新美女，感谢月灵新小姐姐，谢谢，谢谢志宇哥，感谢志宇哥，谢谢，谢谢大象哥，感谢大象哥，谢谢，谢谢星星哥，感谢星星哥，谢谢，那个就是彩子们10票。十，娜娜2票，谢谢啊，谢谢月灵星小姐姐，谢谢啊，谢谢自由哥，谢谢啊，谢谢各位大哥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啊，祝哥哥姐姐们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谢谢啊。我们四个晋级的是 Lisa、小西、大林还有彩彩妹，我们开始第二轮，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紧凑一点啊。今天8个人上满了，就是妮莎 PK 小西第一轮，妮莎和小西5番战。妮莎说经常跟小西 PK， 他跟好啦，开始。风又吹起，这是妮莎，是小星星，小星星音符。希望你刷给这是一个小星星，我把信套出来给你看看。小星星，这是一个音符。你的多情里面一回又一回，干脆给我一个可笑的结尾。如果我不后悔，这个音乐我们放一首，这个刚刚放过了。多想一起。新妹子们，远方哥，娱乐记者的采访竟冲击经济量，一顿刻板的开场在一衣男友和群装。新妹子是淘汰了，是丽莎，是小西把新妹子淘汰了。凝固的气场，尽情原谅。少女刚刚放掉的标准形象，我吃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偶像，还我的狂妄，还我的荒唐。大家们还有3分半钟，求你撒给这是一个小星星，喜欢小星给这是一份音符，看看谁的晋级到下一轮半决赛。谢谢自娱哥，感谢自由哥188个音符，谢谢啊。谢谢宇哥，感谢宇哥66个小星星，谢谢啊。
小溪五方站，瑞金的五方站，还有两分。慢住，现在零点七十六分，小溪191分。浪子哥，副驾多请客哥。有没有副驾吗？Lisa 1319分。